你平时在看着星空的时候，不会有一丝的好奇，宇宙从哪来，又到哪去？知足慈悲啊，何德成，你的人生中发生过几个大悲剧？倒计时，什么倒计时？倒计时在我眼前。你有可能是那个靶子上的二位科学家，也有可能是农场里的好几个。在我们人类之外，还有另外一种高等文明存在着。你以为我会停下自己的研究吗？如果真的是你说的圣手和农场主做的，你让他们玩点人类力所不能及的东西出来。三天后，整个宇宙将为你选手。倒计时的尽头到底是什么？倒计时的尽头是什么？是什么？巨人无知，勇敢也来于无知。保持一颗追求真理的心，重启实验。那我这个火鸡科学家现在很想知道，我的农场主是谁？有什么事我们一定要去面对。除了要摧毁我们的科学，他们还要摧毁什么？